你家也会催你婚吗？叫什么？过腰摔。就是那个摔。咚咚咚咚咚咚。Let's QiCHAT。Hi, iQiyi fans, I'm Li Qing。吴庸饰演的是夏初夏医生。Hi, iQiyi的粉丝，我是黄景瑜，我演的是那个男的。第一次看见剧本的时候，就是觉得军医这个角色非常有吸引力，因为是双重的身份，然后之前也没有演过，所以就充满了期待。因为既有军人的这种坚毅，又有医生的柔和，所以其实也算是一次解锁了两种职业。第一次看到剧本，觉得这个它不光描写了这个军人特种兵的作战方面，也不光是他们在军营的一面，是更多的展现了他在生活中啊，在面对爱人的时候，面对朋友的时候，面对家人的时候的更多的状态。跟夏初的相似度有四分，你4.5吧。NG 最多的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我觉得就是那个叫什么过腰摔，就是那个摔，就是要把你停在空中的那个摔。那个劲儿很难拿捏，就是重一点我就摔下去，然后它要停在那儿。最喜欢的应该是他们两个互相就是诉说倾诉的那几场戏，不是说他们两个是信仰是别人吗？就是很有各自的信仰，然后在自己各自的职业里面都是被神来保护。我其实喜欢我俩那些比较互相怼的呀，互相瞧不上的那会儿，挺有意思的拍着吧。不会催婚吗？你家也会催你婚吗？还行，其实还好，没到那种什么必须要结婚的年纪，而且没这方面压力。就前几年很多，这几年应该不会再有了吧？网上的讨论度也少了很多，关于催婚的事儿。现在吧，因为古装我还没太拍过，有压力。拍古装我有压力。有什么？你不都演过一个古装？我没正经演过古装啊，就是。那就正经的。陌生的领域嘛。其实我觉得那会儿全国都一样，都是。在家马路上没人没车，然后那会儿能点到外卖吗？我没注意，我没点过，没有点外卖，都不敢点外卖。但也不敢点，那会儿一说这个外卖也会有问题，所以就是踏踏实实的待了一个多月在酒店里。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然后也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特种兵，爱上特种兵。对，就疫情了，就别老出去了，外面病毒太多，在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啊，比如说做饭啊，打扫卫生，锻炼锻炼，然后再追追剧。我是自己叫外卖。你不是很会做饭吧？懒得做。不是自己给自己做这事很，你做多做少啊？做俩菜已经饱了，没事也饱了。自己煮个面还成。
就懒嘛。嗯。主要希望有人去他家蹭饭，是这个意思？哎，也不希望，我希望有人叫我去蹭饭。Yes, OK, 是那 Yes, OK. We rock, 是 We, 咚咚咚咚咚咚。那我要，我喜欢那另外一个。啊，我们果然选了不同的。那可能表面上我比较喜欢一种，内心是 We rock 这样。如果想有想尝试过唱跳舞台？嗯，不敢不敢。挺好玩的。你是啊？你跳一下啊。嗯，对，我跟演小品似的在上面。亚洲舞。嗯，谢谢你。不是，叫什么？东北舞。行行了，哎，你唱跳吧，下一季找他。哇，这个好难选啊！我一直的愿望都是瞬间移动，但是我没有想到时间倒退这个事儿。我也喜欢瞬间移动。有了时间倒退，瞬间移动就没有意义了呀。你想一想看。但是我不想时间倒退呀，我觉得。不是时间倒退，它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实现了瞬间移动，能理解吗？你懂吧？就是时间倒退，你是拥有了两个功能，又能让时间倒退，但是你其实瞬间移动的事你是能做到的。比如说我现在去上海，我正常我飞过去两个钟头，是两个钟头以后了，但是我可以到了上海之后，我再时间倒退，是不是？那是不是还是瞬间移动啊？哇，这个题好难选啊！你选吧。时间倒退分好几种，是怎么倒退？是全世界倒退我不倒退，还是我可以跟全世界一起倒退？快选 A 还是 B？ 但是有一种，如果全世界倒退我不倒退，那我就比别人老的都快。你这现在已经开始陷入了一个逻辑，对，幸福的烦恼快。我希望是全世界都倒退，然后我能在那儿保持当下的记忆，但是我老的还没有别人快。永生。那你快选。我选时间倒退。哎呦，瞬间移动也很好啊。好纠结啊，从来都没见你这么纠结。啊，算了，过去吧，反正也没有，都要。有时候看，有时候看不懂。对，会定期上去看一下。嗯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《爱上特种兵》，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保护好。喜欢这部戏也是对我们的很大的一个肯定，大家共同努力的这么一个结果，其实有人看有人喜欢是对整个团队的一个肯定。希望大家能在这部戏里找到乐趣，找到你能让你开心的点，那我其实在你人生中留下一些快乐，其实我们的意义就很重大了。哦，Let's QiChat 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